我们今天会长带了加赛金要给大家慰劳。好，来我们看向前方的媒体朋友。好，我们也转向左前方一点点，左前方。好，我们再转向右前方，好不好？谢谢。好，那我们会长哦，他是一人一份啦，那我们先给会长一点点时间，让他发给所有的教练跟球员。啊，今天发放的这个加赛金哦，总共有10位教练，那以及29位选手，总共39位。那另外我们会长哦，不只是准备要给教练团跟球员，他同时也准备了要给后勤团队。那后勤团队呢，就待会在仪式结束的时候，我们会长会再一一的将这个加赛金发给后勤团队。非常感谢蔡启昌会长的用心。今天蔡启昌会长哦，准备这个厚重的加赛金哦，就是要给大家鼓励哦，给大家补充一下能量，希望在未来的准备跟正式赛呢，都能够拿出最好的表现，拿下最好的成绩。来，慰劳给大家，我们掌声欢迎市长。那我们邀请曾豪居总教练，来代表球队收下次长的心意。我们一样看向前方的媒体。好，左前方也来一张，谢谢。同样照顾一下右前方的媒体朋友。好，再一次谢谢张廖万坚政务次长。那么我们次长请留步。我们中华队呢，为了谢谢市长哦带来这份礼物，我们也准备了回礼。中华队要回礼，要回礼一件台湾队的帽 T 跟帽子，由曾豪居总教练来带回回礼送给市长。再一次掌声，谢谢张廖万坚政务次长。